啊，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改变你吉他音色的一个小工具，那么就是现在手里这个弹簧。那么都知道平常要想一个好的音色呢，你需要调整拾音器，换好的琴弦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弹簧会改变你的声音。啊，像我们平常呢使用这种簧，这都是三根簧，那它的这个簧呢比平常传统的簧呢要这个粗0.08毫米，那它的张力比较大。那么现在换成这种簧呢，这是一个叫 Roll Vintage， 那它是一个经典的弹簧，就是传统性的，它的弹簧要细一些，张力要小一些。那么当你使用五根弹簧，基本达到现在这种新的弹簧的三根的这种张力，这样你有更就会获得这个更稳定的声音，更好的高低音平衡，然后以及更好的延音效果。那么当我们花了几百块钱去换了一些拾音器这些东西之外，我们可以花一些很小的钱来让你音色改这个变得更好。那么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个换簧之前和换簧之后的声音差别。Wow.